这样子哦，我看大家都很嗨，对不对？要跟各位讲哦，在台上的每一位都是道道地地的台东人，哎，如假包换，都是我们台东的宝，都是我们的骄傲。像这样的卡司在台北的话，小巨蛋或者国家音乐厅，至少是2000块起跳的，啊，你们都赚到了。那我们台东县政府的责任啊，就是要让这股力量不断的凝聚，永永远远的走下去，好不好？本来他们要我上来是在讲这个，虽然有百般的不愿意哈，要我来宣布2010台东南岛文化节要圆满结束哈。不过 ，What the heck，Uncle， 学长，跳舞。